各位好，咱即马开始上课。啊，各位辛苦哦！今仔跟春天提早来，啊，我拄啊还未来遮以前，十点半我伫台北过来。十点半以前，我平时拢五点半就起来，五点半我拢去阮遐山头种树啊，不管风雨无阻，最少拢种两丛。拜一拜五上班时间拢去种两丛。啊，其实我伫上班当中，就伫，毋是伫爬山，脑筋伫想讲落来，一工二十四小时变啊胖，啊落去办公室上班，无一人敢挡会掉。吼，恁选出来总统，不管民进党啊国民党，搞我拢袂拼呢。吼，人我今仔要讲的就是这脑内革命。然后一大早，人家讲一日之计在于晨嘛，一年之计在于春。恭喜大家，你们春天还没有到，就已经先来这一边。养精蓄锐了，好，这较重要。啊，我先自我介绍了哈，我名是李添，啊，李添嘛，台语叫做李添，汉字叫做李琛，啊，琛哈，不是琛哈，就是这边有没有姓陈？哦，东陈的，啊，那陈把它发一声，就是我的琛，啊，很会琛的人哈。啊，英语名就是叫伊伊啦，伊哩。你如果你有看《自由时报》跟《苹果日报》吧，电子版啊。电子版你来看，内底因啊收论出来，下面第一个都是我评论的 ，L E L I。啊，我给建议哈，卖过去看迄个平面版的啦，浪费钱。一分即嘛十几块，十外块啊！恁到弄电脑嘛，电脑恁都每一个月租费恁拢无个用了啊！你看电子版啦，电子版哈，你就省十外块起来，一工你就省到。你看电子版，你就到网络上面看网络嘛。改变，啊！咱这波咱就赢美国啊！咱即马是要，毋是要？咱即马是要赢美国，毋是要赢这流氓政府尔，赢因无效，才紧赢因。因会赢咱是因为麦卡瑟叫伊来，但是我派一个人去领导做总经理，迄总经理外后拢赢领导的人，安在无？所以咱就爱想方法，啊，方法是靠人想还是靠啥想的？唔对，我的题目已经在那一边了。是脑啊！恁要今仔日来吃，应该一两个月以前就想到啊嘛。是人咧想啊，是脑咧想啊，对嘛？都脑啊！民政府开始怀疑，就讲诈骗集团，我看到我拢愈讲愈正咧。啊，这愈讲愈你愈想愈真愈正，是你脑咧想啊，是你这人咧想？对嘛？哈！啊，这咱差别甲西方差别，你看每年的九月、八月迄诺贝尔颁奖，啊，拢大部分拢西方人。我讲应该个修正，不是西方人，西方的脑夺到诺贝尔奖，东方的人脑不行。我相信您这么手举起来，正手倒手的人摸力较强。从你受精卵到现在，啊，现在今天那国小的人都来了，啊，都冲着我来是不是？这么年轻了，哦，这个好像在上，这可见好像在上硕士班、博士班呢，很像啊，我在学校开课都是这样。我都要讲着脑啊！今天我们讲的是跟脑，不是讲你这个人，不是讲你是台湾人、中国人，或是美国人，或西方人。我强调是脑，脑才是决定胜负。不管你去签骆驼奖，或不管你追男朋友、女朋友，你要去奋斗，你要变成总统，或是要变成一个公司的总经理、董事长，就靠脑。没有靠你说外表长得多英俊，或是你头发中国讲的说我卡卡关。会花光耳朵多大？迄种中国文化卖耳机，西方人咱点过，你怎么从我那用电脑？你用电脑了？比尔盖茨长得什么样子？你们应该知道嘛？瘦瘦干干的。贾伯斯呢？啊，顶两年翘起来是瘦瘦干干的。台湾的王永庆呢？奇美呢？都瘦瘦干干。迄从那个敦化北路走过去，你还以为他是一个流浪儿，街友呢？啊！你烦恼，迄即马你台面上食肥的，好无？你即马不管哪一个党，拢食个肥，人会食肥什么原因？无代志做啊，逐工吼，拢人个请，伊就欢迎我去卖苦家起来讲，台湾是2300万人的台湾，我按着讲，按着用，伊做代志啊啦，我要，台独党纲要冻结掉，伊讲伊按着你变代志啊啦，啊，到尾讲一个吼，做八年，因的总统做完啦，我要结束啦，啊，未交代你。就去迄个因个中正庙，哈，把迄个牌子调过来，啊，讲伊要你做代志啊，啊，安尼做代志要夺诺贝尔奖，要当总统啊，无可能啦。咱台湾人，你看，
迄个要做恁囝婿，你介意吗？要做恁新妇，你介意吗？拜托个，闹啦！啊，拜你啊，要做恁囝婿，先甲问闹，一家到一百等于多少？啊，去问者，卖去阿咪讲吼，伊外英俊啊，外读啥，迄拢无效，好，安尼走去。好，这就是我的名。啊，我即马目前是伫咱台湾民政府。啊，我一两年前跟你同款，坐伫迄个帅哥迄个位置。啊，坐在帅哥，那两年后你要比我强。啊比我强要先去种树啊！等一下我讲我为什么要种树。我即马台湾民政府台北之后当规划厅长。啊，里面公司行号，啊，是讲你当一家之长都要规划能力嘛。啊，规划不是我这个人在规划，是脑在规划。啊，我强调脑。啊，我即马即马就是咱你家中央家哈 ，TCE 中央，我即马是负责经济产业，啊，经济产业跟你的，迄个荷包很有关系哈。即马什么你往政府给你，大部分拢 OSRK 吧，啊，大学研究所。我记得我从硕士毕业，到社会上工作第一份工作就是在台银的经济部嘛哈。您即马看迄什么外销订单，迄我向总是往个负责在分析搞，向总我出来都35K 了嘞。35K 啊，那我不是退了。我后来很多老板都喜欢用我，一下子奋斗八年以后就专业经理，又不是创业啊，就已经十一万了啊，是台币啊，11万了。啊，那个我不在催你，说最要紧的我是靠这个脑。哦，有些老板我不认识，他就透过人来找我，欣赏我的脑，不是欣赏我这个人，我这个新人跟马英九比起来有什么好比的？跟金吾聪比较起来有什么好比的？但是。我刚才讲，决定胜负，企业管理、国家管理，种一棵树，要让老婆高潮迭起，是靠这个脑，这个脑才最重要的。没有脑，什么都不用讲；没有脑，人就靠装扮，靠装扮，你知道不知道？打扮。啊，那刚才我讲前面那几个，你知道美国或台湾有没有？他们不用靠装扮了，他只要讲一句话就好了。iPhone 5快要出来了。贾伯斯的 Apple iPhone 5快要出来了，不相信？再过一段时间就看了我们黄色小鸭呀，一大堆去排队。啊，黄色小鸭知道意思吗？我在座应该有去看嘛。啊，好好，没有，我最喜欢就不要去看。你看黄色小鸭那个是中国文化，哎，朵熊生活都没有什么目的啊，人家媒体把它安排，烂政府把它安排啊，我们就带着安娜达去看黄色小鸭。哎，有种就给我养一只真的小鸭吧。啊，看一个黄色小鸭有什么了不起？啊，你的阿娜达，而且你男朋友、女朋友那一段时间，怂恿你带他去看黄色小鸭，你这个最好不要跟他结婚。没骗你，因为这种哦，伊迄会较紧啊，烂伊都拢无报啊。伊即马建筑在他的爸爸、他妈妈给他的地位，他说无代志，你在北区无代志，落去去看101烟火啦，去看黄色小鸭。哎，黄色小鸭为什么在基隆港为什么被抽掉两次？有些人看不下去了。一些败坏台湾人的那种精神，什么看小鸭就是可以得到美满快乐，我真奇怪啊！哦，人家在上华理都感到未来说前途茫茫的，他看小鸭就可以得到，有没有去看啊？我知道有人看了、啊、你们有些脸上就长得跟小鸭一样，看知道，看中国脸了、啊，啊，这个是自我介绍啊，这样介绍大家都会，大家在座位都吼、哦，连国中、高中的来 PowerPoint 都很会写，我也是照这样写。接下来是我的本领。咱来学西方啊，这是 Google 的。啊，这个从外太空来看，就用你的脑啊。我们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很少从外太空、从宏观、从器官和从微观来看。啊，这么这里是你大的啊，地球是这样，这地球啊，这外太空这星星啊，什么都有。这单管，这太阳系里面的一个行星叫做地球、啊。太阳系是在整个银河系里面。哇，你从现个到有安尼想哦，有宏观，还是讲想过恁兜，阮阿公是毋是大官？阮囝、阮囝、阮孙有是大官，我想安尼尔。啊，这是咱建国台湾的是在地球上，在太阳系，在银河系，在整个宇宙系里面，就在这个位置。啊。这跟咱有关系吧？哈，你拢待在家吧？有人阿公公，伊不是待在家，伊是外星人来。你也真在外星人来，应该不会受到黎王政府把你统治68年，你都还不知道。外星人不会这么笨吧？我看连那个黄色小孩都知道他是被人家圈养的。OK，
好，啊，落来我就要讲我种树啊，我再去来，你带下来。啊，你们早上今天在这边的环境很好，跟我那边比较的很好。你们早上有没有早点起来？太阳这么好，去那边爬山，有这个有啊。啊，你们去那边爬，可能遇到秘书长，他也在那边想想灵感，啊。啊，我知道很多人哦，学了中国文化一直睡，睡到八九点才起来，啊，那这个是没咋了。好，这个恁稍微看下，这个做过我迄个影像哈，做我迄个 Google 的，即马这都是咱台湾嘛哈。哦，恁有时候在思考问题，在讲看一做一件事，不管说你要不要跟你的阿纳达结婚，或是要跟你的阿纳达离婚，或是说你要去创业，或是你要到哪里去留学，或是要观光，你有没有从这个刚才我这种观点来看，你是从哪里出去，从哪里回来，有没有？还是只你？或是你的家庭啊，我们大概都离不开这个。说中国人话对不对？我今天要去哪里，都从家里面。很不幸，那个家都不是你的，那个家可能是你阿公的、你爸的。你知道？咱大部分拢无这个感觉。那种、我住的家都是我的，错掉。好、哦，这个是很多迷思都要从脑部去革命哈、哦。所以我的题目都要讲的，就是讲要解决台湾的问题，是要脑内革命。脑内革命哈、哦、啊，台湾的问题。当然，那这么是上华理了。当然，针对台湾这个政治地位的问题，哦、啊台湾问题不是政治地位的问题了。包括我都要讲，看怎么去看，全台湾疯狂去看那个黄色小鸭，这个就代表我看到马上就糟糕，这个是一大问题。社会整个群众行为表征出来，脑部已经出问题了，好不好？啊，加我都个问题，发现我讲，有恁阿那达是南方，你们叫你去看黄色小鸭，你坚决不去看的人，有没有？有吧？还是讲啊，要到啊，要结婚啦吼，啊，陪去看，有无？有安尼无？有无？因为这个是会扯到刚才讲脑的一个决策哦。你讲同意该去看，你的脑的决策，咱都当然都整个过程会讲这个脑的决策。好，啊，我这么先介绍，还在介绍我自己了哈。拄啊，咱那个 Google 那个。迄、那个画面哈，出来哈，出来把台湾整个拉出来。这是咱台湾哈。这是我住的地方，我住在这来。我从今天早上我从哪里来哈？对，台北也会混很大，嘿，在哪里？就最东边的，内湖鬼戏子那一边。好、哦，你这么有看迄个打颜色有的话，我多少地下来？好、哦，都这滑鼠好像怪怪。OK 了，大概知道就好。卫生的跑掉了。好，等下你注意看，我这么就是讲要搞这个。咱如果把 Google 伊从外太空，吼，咱我的心境就是安尼，我的头脑就是从外太空看。啊，我拄啊到伫遮，哈，这个我徛厝伫遮，遮一间红黄的这个，哈，就是我徛厝的。啊，我拄啊伫啊那挂挂过来遮，在点十点半挂过来遮。啊，如果你楼开啊，因遐无人无人手无够，我伫卡帮忙。啊，帮忙又还好，还可以赏一口饭吃，啊！啊，六块，我家有围红色的，这拢在山区里面。这个方向，这个就台北市中心，你说有人讲内湖嘛，哈、啊，我就住在十字，啊，这边是家人，啊、我伫住在十字出来，这上关有一粒山叫大尖山，大尖山，迄个早日本看到这山那个叫做小富士山，啊，即嘛这垃圾政府哦，开放那个经济发展哦，给财团半山腰都去那边盖别墅，结果整个都破坏掉了，啊，结果我是看袂落啦，啊，因破坏我的种树啊，啊，我透早去种树，我甲问讲，哎、欸，你是不是乡公所的人？我讲你卡卡也想袂，我四五点、五六点去种树啊，够强，迄、那个公务员会那么早去种树嘛？对吧？迄、那個、一定心里脑部有一种报复的人才会做，这条红的叫做西丁路，黄的这条叫做迄个白银路。要解白银寺应该在，啊，这个蓝色这个是水源路，绿色这个是前进路，啊，
这个一个秀峰路，啊，这个一个有一个迄、那个迄、那个什么什么中国来的杜月笙啊，把它埋在这一边，啊，就埋在这边。那我叫你住在这边，这条啊，那你这红色红色这条，这红色这条八公里，我围出来这红色的、彩色的这個，跟这条新台五路哈、啊，这宏基大楼在这边就快要倒掉，迄、那个。那個、我的学长，那個、施正荣哈，那個、总部里家、啊，差不多了，啊，还有过不人家球都会倒掉，跟李旺政府快要倒掉了，我知道你有伊的股票了，免惊啦，我想倒掉，倒掉再好啊，对台湾人才有帮助嘛、啊。我说李旺政府倒掉了，这条都八公里啊，我讲这几公里有什么意思？因开车几啊分钟啊，看几个，这我拢去种树啊，八公里了啊。每差不多两公尺，这两张球啊，啊，各搭种起来有三千几张，加有的地方我都有画出来，这个都种，到现在我没有花一块，花一毛钱。对，这个就是脑嘛。啊，你怎么看到报纸媒体说，哦，哪一个人在大肚山哈、哦，哪一个山头啊，种很多树啊，造林啊，用他爸爸企业家几千万啊去种树啊，请很多工人那边种，一看跟我比起来没得比的。刚才他问到为什么？台湾人要去问为什么，不要人家讲到说去看鸭，你也不知道在看什么鸭，你就跟他羡慕。刚才人家讲种树，嗯，种树很伟大，你可以减缓地球的暖化，然后就很羡慕他。结果他拿那个一千万、几千万去买山头种的树，那几千万的来源已经破坏地球，破坏得很严重了。他那卡车运过来，请的工人，那工人拿到薪水以后去。去瞎拼去买牛肉吃，买什么吃，买衣服穿，开车子那个已经在破坏地球了。所以他种下，所以他种下树的获得利益根本没办法去 cover 他所过程中所产生的那个外部成本。有吧？这个观念有吧？这个观念很重要，这个是靠脑啊，不然我经济发展，我以外能力讲不行，我开 BMW 不行吗？但是你们想开 BMW 加汽油燃烧都在这个环境的，其他人来帮你负担的，大企业帮你负担。对吧？那大哥，我经济能力强不行，我当官不行嘛。这中国文化在这样，所以前几天有一个以前华裔的中国人回去中国当大使，有没有？什么辉那个嘛？啊，也行为都跟我一样，都是很简朴了，没有必要说去彰显说我是大中国的那种大。结果是不被受中国欢迎，说你怎么把我们这边中国的观念都比下去了？啊，结果受到很多压力，连记者都修理他，最后他不干了，回美国去了。所以台湾也受中国很大的影响，都要当官。但是我们这边强调 TC 当官是有官，你才有办法做大事。但是中国文化当大官都没有做大事。好，在这位来这边受训是准备要做大事啊。那你要做大事，你要拥有 power， 要有权力，要有权力，谁给你权力？你要当官才有权力啊。你不能当善人啊。你说做一个好心的人就可以做大事吗？一定要当官，只是说那官不能学中国那种官，中国那种官不行。啊，从以前他们清朝来这边听，我听那个有些讲历史老师，他们来那衣服那种类似那种长长马褂，那个外面两个带子特别大。啊，对啊，那带子为什么装那么大？啊，都要装钱呐、啊，啊，装钱嘛哈，装、啊。好、啊，我这是要自我介绍，我是用安尼，我这种证哈，这啊，哈 啊这条红色的这条。有八公里啊！啊，去年你去看，两三千颗，啊，两三千颗，啊，拢无开始加银，连迄个锄头、小锄头都我自己用脑筋想办法，啊，这样才厉害。同样，你要救台湾，不能靠民进党或是什么台独吧，你就要回归这边所强调华理。我种树也是用华理啊，啊，没有说什么把像。人家募捐几百、几千万，都跟爸爸拿几千万去买一个山头，然后去种，嚯、哦，种高级的树，然后请那园丁在那边喷水就种树。同样种树，你看那个操作型，整个 procedure 和 process 不一样，产生的 benefit， 而且是的那个 effect 的不同款，那些边际效应的不同款。啊，我因为今天有很多都是很年轻的，啊，就像昨天那个秘书长讲话，怎么今天都是黑头发的？之前都是白头发了，抱歉了，那个白头发你是有智慧的。好，那这个是我自我介绍哈，大家了解一下。啊，即马落来，咱都慢慢啊入去这重点。好，即我种的树啊，
这可能有，没有有没有？这2011年种的，像准，这个是秋天了，10月份的时候拍照，这个是当年度在4月份、5月份的时候种的，春天，那时候种是像筷子那么小，啊，如果种几千丛，我都是安尼哈，去收去救啊，干脆抢雷恩大兵，还是迄、那个。在辛德勒名单，我去春天去爬山的时候，就知道他爸爸妈妈已经开花结果了。落下来一定没办法生活，他只是靠那个蛋黄在那边到春天长大，夏天全部都死掉。我看了好几次，哇，糟糕！他我们一般人爬山就我自己爬山去，我看绿油的，但是那一年临机乍现，忽然间又夏天了，7、8月又夏天了嘞。想到一个，刚好那一年每个礼拜都来一次台风，都在周末，我从睡到早上6点都台风来了，知道从。我家里面窗户翻上来，人我老婆拉着我，我也不让她拉，赶快跑到那厨房里面，把她拿一支菜刀啊，因为没有小锄头啊，就跑到那个想到那时候走过了，想到赶快去把那些树能够移多少，就像那个辛德勒名单里面一样，能救多少人算多少人，我就救树啊，所以把它移植 reorder， 把它种在我们爬山步道啊，是多少多少块黑路边啊，空间空的那个种下，重新种，结果长起了，啊，那个是在。8年前啊，这个是后来慢2、3年以后，2011年了，啊，你看那时候是大概这么高而已啊，筷子嘛，啊，现在还没有半年，3月、4月份种了，它到10月份已经长很大，这么大，啊，那这个很壮观了，啊，这个是另外一棵，啊，另外一棵，啊，这个是我刚才那个山头啊，这已经介绍给大家哈，啊，这个我介绍给大家，这段时间哈，啊，北部风调雨顺，樱花都很漂亮，我住的山头就这样，我每天哈。啊上班早上上班都会来这边走一趟，啊，下班哈，啊，我不会待在办公室了，不要骗人了，啊，不要学中国文，要待在办公室里面骗人。你遇到我这主管，你年终奖金不会多了，你赶快下班去，要去找灵感。这个是我做，我每天都会从这边走，然后这边走，走一趟。黄昏早上就这样，早上我也是从这边去走过。啊，这个大尖山最高也一个那边的一个修道院旁边啊，你们这几天如果天气好，过完年时间没事啊，找你的朋友。而且准备要接挣钱的，准备要锻炼体力的人啊，找几个里面的班底到那边去走一走，啊，不要都那么大吃大喝的啊，也不用回娘家了，每年回娘家你的丈母娘也没有因为你这样而长得比较快乐而怎样啊，只有姐妹，那个兄弟这边比较谁红包包的多啊，比那些是真没用，打破了有没有办法打破？连这个都没办法打破啊，台湾好没希望的了，只能看黄色小鸭，好。啊，刚才我讲是呢，那另外一个我的，你刚才讲说，嗯，那我的本业是种树嘛？我不是，那个是我的业余，跟李登辉一样，业余打高尔夫球。种树是我的业余，真正的我的职业是我是从事证券的，就综合证券商或金控里面的最核心创价值的发现跟价值的创造的核心部门，哪个部门？现在李旺中民国什么什么会什么会都把它会掉，然后重组一个叫做什么会，叫国花会。有没有？啊，研考会不用研了，别考了，国花会了，国会花钱的会了，国花会不是，我不是，我是在企业界，我是当那个证券业里面最核心，在这边年轻有，啊，对，分析师在哪个部门？在研发部门嘛，就是价值的发现跟价值的创造都是在研发部，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家庭也是，那来自于哪一个？不是师。是来自于脑，那个思如果没有那个脑的话，价值没办法发现，价值没办法创造，这个很重要啊！你一般现在这看起来都很股票面了，股票面的那种投资股票都套了很多，已经套了20年，从三商银、国泰国泰1000多块套到现在都看得出来，到现在没有解套，啊。啊，那个原因是怎样？不是你被套，是你的脑没有发挥才被套。好，那这个我是简单，这个是跟华理有关。刚才我讲种树，那个是华理嘛，我用我的华理，啊，别人用钱去种，那我这个从事，这个是你要筛选你的标的。啊，下面这个是一个盘子，滴到最后最精华了哈。你的 stockster picker， 你要选最好的标的。单纯诸位来这边也是经过台湾民政府筛选最这边。60、70位这样哈，也是最精华的地者，而其他人还在躺在旁边睡觉，有没有？你现在左右邻居、你的亲戚，现在可能都今天了，天气这么热，躺在家里睡觉。啊，没骗你，我是讲话之前是这样的，不要学中国话，什么温良恭俭让，什么都不敢讲，怕得罪人家。啊，那你们现在在这边已经被滴出来了，啊，都滴出来。
股票也是这样啊，这个是筛选股票，就是说我们用华理，我不会用技术面的，除非你是很成熟的市场，用技术面直接可以讲，但是大家不能用华理，就基本面 fundamental， 就是股票里面，我们这边讲叫华理都是基本面，就是说你这个产业，你这个公司，啊，它的获利能力怎样，你的订单怎样，啊，你的竞争力怎样，这个才重要的。刚才我们这边的 TCG 的华理，民进党可以跟他们竞争吗？我要强调不是民进党，我强调流亡中华民国的民进党。你讲民进党跟流亡中华民国民进党这两个，你跟他定位就不一样。你讲民进党，你可能跟他同一个 level， 同一个集团里面。啊，你讲说他是中华民国民进党，是流亡中华民国，代表说你是在这个体制外面来看他，来数落他。你讲民进党，代表说你跟他同一个集团、同一个环境里面。跟成功，你两个兄弟，你们两个不好，但是讲都是啊，比如说我听吗？你讲啊听吗？听吗？代表讲恁都是同一个家庭里面嘛。啊，如果很正式，他叫做李琛，哦，是叫什么？那个台湾民政的李天，还是讲哪一个证券公司的李天，就代表说你跟那家公司没关系，跟那 TCG 没关系，你是另外一个组织。啊，你如果讲天嘛，你代表说你跟我是同一个组织的。你要讲民进党，代表你是就是在中华民国体制下，没有错，你们都是了，你们都是了。因为昨天，秘书长已经测试过你们好几次，我在网络里面都有看到。前面的刚刚是哪一位就已经都举手举好几次了，都承认了，对不对？好，这个是一个机制哈，这个老前辈翟爱郎这种，这是咱的旧楼啊，过滤，而且咱的传统过滤网有没有漏斗哈？上面这是 macro 的是微宏观，就总体经济，啊，不是学校里面那个总体经济而已，就是你要筛选说总体经济怎样啊？我们现在这样讲啊，你到最后这个总体经济发展下哪一个产业会好 ？IC industry 行业，啊，比如说生物科技啊，是迄、那个。什么半导体产业啊，其实未来台湾民政府主导，是台湾的气候环境是要发展有机农业，啊，这个全世界没办法跟我们拼的了。我们南部的有，我同心从南部来，应该知道南部可以三成嘛，说三次吧，一年哎，就是其他国家也纬度比较高的，但是台湾人却把这个优势放弃掉。你看在这很多都从中南部，领导都是进山林库的，结果跑到。台北的什么敦化南路都来这边做卖低润，啊卖电脑啊卖一颗赔一颗卖一台赔，卖到宏台积电都快要垮，啊，那个什么宏基都垮掉了，啊宏达电都垮掉了，你还单蹲在里面，赶快回去把你那工赶紧走了，嘿世家啦水果赶快把它卖到日本，把它卖到香港啊，那卖一颗比你卖那个低润还好赚啦，同样也是用国际贸易，啊，是用行销啊，你怎么不会用？啊，你都爱啊，中国不能来加工，我。台北要赚二十 K 哈，哎赚二十 K 嘛，啊不讲的话，起码我都穿西装打你了。回南部抽干呢，对吧？骗人的啦！啊，领导有迄、那个有迄、那个迄根好的农地，有好的那个阳光照啊那种。啊，你听他们讲那个农业的，那个市价有没有卖到日本东京一颗是5000块日币嘞？啊，你们去发展那都在敦化别路，啊上面主管都是中国人。啊，中国人每天看你哦，你们都熬夜哦，加班了哦，都很有前途啊！啊，年终发一张红海股票一张给你，你高兴得要命，啊，回去交期期，交期期知道什么意思吧？啊，对啊，那么台湾人就落到这种地步，很悲惨，很悲惨。好，啊，这个 industry， 爱是 industry， 然后在这 industry 有 company 哪一个公司，你要想一想，啊，像去年前年那个智慧手机抢的时候是。宏达电1000多块，啊对对啊，你有没有抱得住？对啊，就像台湾民政府现在出来啊，叫你抱得住吗？我闪得快啊！闪得快啊！台湾民政府你不能闪啊，你要抱一辈子，啊，传给你的孙子啊。C 啊，这个前面 MIC 都是属于基本面，就是华理啊，到最后 stock 股票你要评，你是不是哇？这个前面三个都研究下来，结果股价已经涨到1300块，你才进去买。就像民政五年，台湾民政府已经发展了，你才要进来，两年后才要进来，所以我也是台湾人才要进来，那上班了啦，一看人就要这几百哈，我不是讲恁啦，恁拢要随国民先行者了，好，我只比你们早一点而已了哈，啊，后面两千，大概过1800万嘛，1800万，这么还躺在那边睡觉，还在准备被人被套了，啊，人家都股票涨上去，啊，真的对，你讲的对，赶快进买，啊，买到1300块，买到最高。
啊，不相信你亲眼看，因为从在座我就可以看得出来，头发变白都变黑了嘛，啊，之前都白了嘛，啊，年轻人都进来了，那未来的我看大专院校的人都会进来，啊，大专院校不相信你开完春了，农历人家中国人的农历年过完了开春以后，年轻人都会进来。因为被我骂一骂，他们也不去看那个黄色小鸭，也不看101的烟火，看那个人生没意义嘛。来这边上课嘛，他让你看，我告诉你股票嘞，对不对？好，接下来好，慢慢引导进去哦。里面不管种树呀，股票多少都要讲华理，都讲那个基本面。啊，咱较早去有民进党，中华民国民进党，中国国民党，应该讲拢不是基本面，不是华理，拢遐旁门左道，对，关叫你看黄色小鸭。啊、竟然把黄色小孩当了真正的鸭，竟然 有人带回家把鸭当着老公老婆在养，啊，这个是很离谱。题目啊，在这边啊，你的国家是什么国家？哇，民进来公公干的好听话，一公开国家才是真正的完人生才完整啊。所以好像鼓励你要去看黄色小鸭啊，这个老婆这个老公才会跟你结婚，所以你拼命去看黄色小鸭一样，不一定要国家你才会过得幸福啊。就像现在有很多好像那个小姐很年轻，你现在马上要成立家庭吗？你现在在你爸爸的制度下很健全，你不是过得很幸福快乐？如果像那两位那么年轻，他现在像台湾这样民进党起用就独立出去了，外面的阿公嘛，外面的很得上嘛，那出去吼，什么家己混拢叫方便，免有主人，免有老是大人知外好嘞。哎、啊，看出去啊，结婚三年出去，我看不用三年，三个月就马上被另外一个人把他吞掉了。啊，如果说依华理来讲，像那两位，抱歉用你们案例啦，因爸爸家堂，他阿公陈舍人，不可能让他独立的，这种年龄怎么会让他独立？想嘛知，啊，咱迄民进党、迄李鸿坚，你看该搞的，哦，独立都好，哦，我们自己做主啊，那两位小妹妹自己做主出去啊，投票赞成，啊，我告诉你，台湾连投票权利都没有，公投方面都不行，好。你的国家是什么国家？这个题目先记下，因为未来里面可能会考卷首或考是吧？这个题目都会在里面。好，啊，你们不要只是看新闻报道听了。你的国家是什么国家？好，带过去，等一下我会详细说了哈。我看应该刚才自我介绍那边还没有，自我介绍那个都讲完了。这个我们就用专家来解释了哈。那在学校，不管国中、高中、大学、研究所，你上微积分、物理，还是讲会计，还是些宪法，都请专家。那个专家一定会搬出某一个人的黑的经典之作，国外研究。好，那你们人家对我们台湾的定位，你是听李登辉、听陈水扁的、听李秀莲的、听黑的靠山猪小猪在集中人气的黑的蔡英文，你是听他们的，还是听国外的专家？你们问问看，你们在大专院校里面报的教科书，不管原文版还英文版，有几本是台湾人、中国人写的，都是外国了。你现在国中、高中上的 Jones 那个 Jones 微积分就好了，有台湾人写的吗？有了，翻译过来那个不算他写的。啊，这个一样啊，对台湾定那个 situation 那个地位的定义，你是相信马英九，还是相信那个台湾人那个蔡英文？那不相信你要找理由要把他批斗，那个位置不能让给他，你去都比他强，还要靠三只小猪来造势吗？那另外一个人靠这三只黄色小鸭，他也过来选总统，还好不是选我们台湾的总统，是选李旺中华民国总统，所以我是很希望让他选上，但是美国不让他选上，啊，美国宁愿让马英九选上，啊，你现在听到这种，那你这个里程怎么着？我一直刚才前面讲，你不是属于流亡中华民国体制里面的人民，你是被强迫改过去的。你不要换那个斯德哥尔摩症人，跟他久了以后就跟他产生感情，说我跟他是同一国了，我要跟他拼总统，拼那个没有用了。你是被压过去，你那功劳是被你掌控。那时候被集体改造过去了，没有经过你的同意。好像是台湾人讲讲啊。免讲嘛，咱即马咱下底拢戆戆啊！你若讲咱阿爸有偌聪明，嘛唔知，对无？啊，迄较聪明拢来抬了了去，哦，爸抬了了去，啊，剩个将拢无好将嘛？你看啊，啊，多人你看，我拄仔讲开玩笑，拢爱看黄瘦小鸭安尼尔，啊，无看101烟火，哦，安尼讲吼，咱阿那达阿伯结婚就遮幸福个，
甲骗骗去。好，啊，我拄啊讲了就，可能鲍威尔黑将军嘛哈，鲍威尔黑将军嘛，黑干楚甲早恁看李旺忠也郝柏村黑个参谋总长一样啊。你我们换位缩小看看，你听你要听参黑个郝柏村讲的话比较有历史还是真的，还是听蔡英文讲的？蔡英文都没有当过兵，也没有什么，那只是一个公务员，这样一直练书练书练上去，这个。拜托，念书不一定可以解决问题。刚才那个是脑，何况那个把脑当成一个仓库在塞东西而已。那个秘书长昨天有讲到啊，李登辉派他去签那个，那个台湾加入 WTO， 搞不懂啊。为什么？你看之前我们在这里、那怎么不用台湾或者是中华民国国号这个名字？啊、怎么用又台盆金马什么什么独立关税？加给国啊，你都像我鲁米啊，都李称啊，你参加一个宴会怎么变成另外一个名字，不能用李称的名字？啊，台湾人你也免写什么学问了，你就这样问就好了嘛。啊，拢无人要讲嘞。我你讲问我怎么用 WTO？ 啊 ，WTO 之前是 GATT 嘛哈 ，GATT 是要规定要国家成分才可以进去，啊 ，WTO 就没有 ，WTO 就是经济体就可以进去。那为什么台湾人家也用经济体，你还是用台澎金马啊，不用台湾？啊，你民进党你说台湾是一个国家，你怎么不用台湾？啊，你中华民国说是台湾，中华民国是一个国家，你怎么不用中华民国？那代表骗人的嘛。所以我们的身份不是他们那样了啊，不是的啊。这个人已经跟你讲 ，Colin Powell， 台湾 is not independent， 不是独立的国哈，是单没有享受一个主权的哈，当国家一定要有个主权。好、啊，所以他现在是美国政策到现在都这样，没有美国没有人，美国没有骗我们的，是我们自己脑筋不开窍，认为说他骗我们的。他们一贯政策都这样了，只是里面有那个政治家在那边乱搞，会我们这边媒体把它弄的话，你会相信？好像你看小鸭，黄色小鸭一代看一代，以为小鸭就是像基隆河那、基隆港那边鸭子是那样啊？啊真的鸭子是那样吗？啊，那亚太区的一个安全主管韦德林大概40几岁啊，那时候2004年，他抢了台湾，或是就是是中华民国，在目前的时点都不是国家 ，state 啊。这个韦德林是讲 state 啊。威尔是讲 nation 啊，有没有注意？你们在上课的时候，人家讲到 nation state 都把你排除掉了，你都不是啦。好，那还有一个 country 有没有？还有 country 就是说比较不讲政治，就是啊，你住在那个地区啊，就用 country 嘛哈、啊，或是你是那个海洋国家，或者用 country。我们也不是 country， 这些那这些都不是了。那台湾是什么？所以你不要把老是讲到台湾就是国家，那是一个家园了。马英九讲对，你是一个家园而已啦，是谁的家园？1800万人日本天皇的战败国子民，到现在都是，还有400万人是中国的政治难民，他的这两族群组在这边，被美国关在这边了。所以你不管你多伟大，你当什么总统，他们的总当律师，拜托大家都被关在这边，不要在那边逞说吼，我问到我好呀，我产地我这，后来。佐利克、护国务卿、台独代表战争，啊，连台湾的媒体啊，政治片，战争中国要打你，真奇怪啊！啊，你甲你某，你老老的啊，你甲你某甲你海公吼，你又搁甲暗时啊哈，搁甲早谈过暗时，唔甲你困住，就马上要甲离婚。啊，你甲讲，你搁听就讲隔壁要甲你拍，有无？人家佐利克台独代表战争，啊，你让他行嘛？这个计划操作型定义怎样子？这边有年轻人，这计划你听到代表什么意思？竟然被媒体把你引导，台湾政府引导说中国要打你，就刚刚讲，就夫妻吵架说隔壁要打你，叫你看黄色小鸭，看看以后真的鸭子不看了，看黄色小鸭去了。代表战争，美国打你了，啊，美国还要打你吗？你这个小王八蛋的一个台湾来打你，他68年就被他打够，已经占领来打你，所以关里面兴风作浪的人，谁被关了？现在到处谁被关的最惨了？哪一个政治人员被关的最惨了？对呀、啊，被关的原因不是贪污了，就是这个了。关起来才好办事啊，不然哈会被他整个把台湾人啊弄起来恶别些，搞到他背背出来，安幸福吧？无你讲啊贪污那一点点啊，关到要死要死，关到拢叫脚病啊，准备甲送去美国。原因就是伊美国都讲一句啊嘛，台独代表战争啊，哪一群人在那边无知，一直要起哄独立嘛？哎，顶人，我甲美国这么强的国家，跟你这个已经被他占领了，还发生战争吗？先乖嘛，哎顶。黑人一定做总统是，刚好像一个人在公司当总经理，毕竟要遵守公司的管理章程，他不敢乱的。但最怕他说不当总经理以后变成一般的员工啊，糟糕！
也得去各部门了。那台湾的说中国文化，开会的时候都不讲，啊，开会的时候都叫他讲都不讲，啊，开会以后啊，都乌白鸟啊，讲讲了，民进美国就惊讲啊，边个你顶人都不当官以后下来以后，到全台湾去演讲，啊，讲的话把台湾人带到一个错误的方向去，啊，糟糕，那美国都没收他。他台湾人就跟他讲，又像年轻人又要闹独立啊，要建国啊，啊，美国没 cover 这个就很了，所以先把你这兴风作浪关下了，啊，以我个人他的民进党那一票人，包括陈水扁根本都不知道华理的，啊，不没有华理的人才会那样，啊，我怎么这讲了就是，啊，后来你看最后面的去年前年希拉蕊大家认识嘛哈。克林顿的太太就是那个国务卿嘛，好，那这可能下一任他会出来选美国第一任的女总统。你知道他这样讲了，依据国际法解决这些问题，要用国际法，包括诸位来这边上课，就是希拉里叫你们来上了，啊，透过台湾民政府了，啊，不，你们现在国际法，这个就是国际法，你们现在上面那一些都红红的，那就是国际法。好，刚才我讲股票一样要基本面啊，种树一样那样，那国际法。啊，那国际化都是迄个 fundamental， 啊，是讲迄个华理都是强调。啊，诸位来这边，除了台湾民主，我想是应该是美国那边也帮很大忙，要大家来这边上。啊，不然的话，很多人在做，可能以前是民进党啊，啊，里面的同志很多民众，他也没办法，还没有脑部还没打开，他也没办法接受这边。人家现在已经讲了嘛，你要好像维基诺物理，你就维基诺你要依照那种微分或积分，或是牛顿物理、牛顿力学，还是化学里面的那些那个热力学、和 PV 等 NLT 那些华理公式来解决嘛？你不是的，解决不了，都这么猜，用考古题啊，不然的，那些题目字要红色的、白色写才会满分啊，不然的研究 PowerPoint 要怎样写，老师才会给你满分啊，里面的内容搞不懂，台湾现在都变成这样啊。哇！迄民进党都甲伊讲吼，即嘛 X 跟 Y 吼 ，X 要写较粗诶，还是 Y 甲写较红诶？哈，安尼台湾人民才支持。啊 ，X 等于加 Y 等于多少都不去研究咧，都不去探讨，主要研究哦 ，X 要写 O 诶，还是要用较大写小写，都敢讲遮。我是真害，还是说因迄点人我根本拢袂插。你的国家是什么国家？有没有人？现在我们在美国受教育哈，我们现在都开放式了。你的国家是什么国家？没有人敢讲。你们身份证拿出来看，你的身份证比你的另外一半还要亲密，你24小时都戴在胸部这一边，你的阿纳达是晚上抱在一起，你那个身份证整天放在这一边，那代表说你很看重它嘛，那个用它来代表你的身份嘛，上面是怎样写？中文字四个字叫中华民国，英文呢？我们学国际华理要用国际华，要用英文来看，因为汉字有时候害死人。我都这里我先跳过，这里都要读共轨，这里麦克共啊。台湾 is not state 嘛哈，鲍威尔讲了嘛，啊个韦德林也不是 nation 嘛，啊，甚至也不是一个 country 啊，它只是一个 occupied territory， 是占领区嘛。68年亚洲太平洋战争，美国占领来轰炸，昨天。秘书长有调查，大家都有举手。你们，你那公，你那骂红，榨干糟糕，退靠卡，离靠卡的迄度。啊，个人家就讲，因台湾无发生战争，啊，讲这台湾逻辑，唔知。啊，你去红天干呢？哦，干脆打棒球，你好投手，甲你金干呢？啊，你讲你无参加棒球比赛，哦，你说咧，哦，咱这台湾这逻辑，唔知哪学的？你往中华民国那也较多个啦，好啦，想想啊，你往中国这个一定人是中国人不要了，被赶出来了，有没有？那前年是。65年前，人家中国不要赶出来的，啊，被美国收容关在这一边的，啊，很不幸，咱那阵六百不要人，那个天皇嘛，无哎，啊，咱是战败国，该定中国人袂合作伙，我汉是甲合作伙，啊，大家讲你爱我，我爱你，哇，啊，开玩笑啦，啊，这个不是开玩笑，是真的啦，大家现在分手，好，啊，会产生问题，都还我讲的是大问题，包括我进去我个股票投资。啊，是咱台湾的迄个身份地位，问题会来自于哪里？问题是不是都是你的脑部认知？你要达到那样，啊，结果没办法达到。结果在国中、高中、大学，数学都有上过啊。你要达到 X 给他这样 Y 那样，啊，结果你用另外一个 S 产生了 Y， 没办法达到你那个 Y， 产生一个落差，那个落差就是问题。
那你要把 Y 修正到很完美，是不是要回去修正 X？ 对吧？这个在国中我们都学过了，最基本的就是，所以你不用再学什么伟大的学问了。美国人平均在学校，因为国家哈几亿人，平均在学校受教育没有台湾人高了。但是台湾人怎么输给他输了那个那么远？哎，所以在待在学校待多了哈，那种男孩子女孩子不要嫁给他，哎呀，不要出来弄萝卜卡，没生两个了，一生两个哈，没行个了。啊，我只把嘴讲，迄个，咱就讲啊，问题来自于你需求，就 X， 你要夺到那个 Y， 就像你股票投资，刚才宏达电一百三十块，1300块买进去，你希望它涨到1500块嘛？你想 Y 变成1500块，所以你用 X 啊，加营业员讲，还是网络下单，我只把都用1300块买入面 X 进去，希望达到 Y 的，啊，结果呢？哇，跌高到现在剩300-400块，啊，对呀，对哈，啊，那这个落差，那个落差就是问题啊，那个研究，啊，这些都咱用西方里面，我最常在管理科学里面，我经常用到马斯洛的模式。咱社会里面，而且咱这么这人哈，加分等哈，其实可以分得出来，包括台湾这个区域1300-2300，是美国、日本，而且整个地球61亿个，大部分最下面这个占最多了，生理需求，生理大概知道嘛。吃喝拉撒睡打炮睡觉看黄色小鸭，赏花赏樱，这个都是生理需求。啊，你好不容易奋斗了一段时间，去夺到一个位置，夺到一个阿纳达，夺到一个学位，或夺到一个健康，夺到一个人体，是不是？这惊讲安尼无去，困困暗想个第二天无去，所以你接下来追求安全嘛。哈，所以在座你看有些人哈，看起来都暴发户，迄厝拢买真济，厝一定拢我来讲，一定拢整体堂啊，有无？好不好啊？楼下社区一定要请一个，对，哦啊，这个养成习惯了，啊，这个叫做安全需求，就生理需求达到以后，啊，你这家你某啊是恁翁造起啊，所以你弄啊晚上要对他服务特别好，这个是为了生理需求达到有多到怕失去的时候你的安全需求，啊，你不能一直存在这边呢，所以你要还有一个归属需求嘛，安全以后，像这边很安全嘛，你们在这边会被人家杀了吗？不会吧？但是你们归属这边吗？是这两天归属这边吗？明天这个时候照完相，你们全部归属到你们哪里？家啊，或是明天礼拜要上班的，又到那个那边给降领低那个老板和主管那一边去了，啊，那无奈嘛，啊，那你就要有归属需求，安全以外你要归属，啊，好像那个刘黑 J 名就没有归属嘛，有了他归属那个 J， 他人家在 J 上睡得比你在家里睡得还舒服，有没有？现在我发现这个台湾这个环境，就知道 J 有搞不好比睡在家里面还要幸福，啊你有归属以后，你譬如你马仔啦哈，马仔你等，哎等恁某啦，这边啦是恁人啊是恁囝啊是恁兜的花样对立，这边拢啊吵啊嘞，所以你等到恁兜，你也是讲对我吼，弄连你家的养的宠物都对你好，主人你回来了，那有爱嘛？你回到那有爱嘛？你不等个领导，大家人跟你大两面、细两面，你参加民政府，你还敢有闹革命嘛？先敢有闹革命，哇！你等了，你都无爱啊！所以有归属，还有你家里的塑造爱啊。那爱不是男女看黄色小鸭那种爱了，那种关系嘛。他回去，哎，老公啊，你今日你昨昏两工三工去民政府遐，有去用淹去无？跟你关心嘛呢？我讲无哦，我无淹，我闹去有咧离亲咯，讲者，那我拢气崩起来。好，我要跟你哈，跟你三秒讲，差不多你外口个包成恶来无？哦，啊，你有爱嘛，关心嘛，啊，那这些一二三你都达到，无后顾者，台湾人这些哈，大部分都是下面这两个达成，上面就爬不上去了。我啦，又归属就跑往哪包山哪去了，就很糟糕。啊，有钱以后都抹灰啊，我别开啊。啊，希望人是爱以后他自我实现。什么叫自我实现？有人要帮我定义啊，我种树啊是不是自我实现？大肚山那边种树啊，是不是自我实现？你看，拢开老爸钱去摕5000万去买山头，摕7000万去买什么高级的，从纽西兰进口什么树，那种算是什么种树？我也会，那种不是自我实现，就是说你要完成一个任务，如果里面很多东西是别人来给你提供帮忙，你才办得成，那个不是自我实现。自我实现就是说很多都是你自己去张罗，透过你的脑筋去张罗，去想办法加以弥补了。他可以完成，这叫自我实现。西方人都这样。前两个礼拜，一个月前，不是一个美国，是欧洲人，一个18岁的小孩，红度那个什么，有没有？18岁啊，去
探险冒险，横渡迄个南极洲、北极洲。卖讲十八岁啦，咱只要有四五十岁，上勇的人、上命人，敢去做无？卖讲做，连规划能力都没有。伊唔是讲迄是靠人去，就讲穿的什么爱斯基摩那个服装就过去，他要规划的，就脑部要规划，说他要到哪里，时间什么什么什么啊，准备什么什么，那发生紧急事故时要怎样联络的，那个整个都脑部要规划的。咱台湾人都拢无训练训练这的，咱台湾人都学校，嗯啊，你都甲维基读个好，啊甲三民主义读好，啊你也拜托吼，哎马英九的骗钱，你去当什么什么公务员，那，啊，你都一辈子那个吃穿都无忧无虑了。很要不得啊！他虽然说遇到一个台湾民政府处，然后糟糕，他好像这个未来都成为坏乌有啊！啊，所以讲讲，该讲哈，我恁起码应该干了一样，一出去讲那种闹可怜，恁闹可怜，哈啊！啊，如果你这么嘴气话，闹可怜，啊，这么汪杰代表成功了啦。他对方如果只是用这句话闹可怜来保护他自己，代表他赢无波啊！啊，你这么去啊？你敢讲啦？我讲无可能，你个去啊！大姐，张三李四李成龙个去了。啊，磨你这时间哦，免啦，两半个月、半年后，你再个度，啊，你再个度。啊，咱台湾爱学美国就个度，啊，跟打棒球一样，你今天给我打全垒打，换我上去要打一个全垒打，啊，麦底下都学中国那种温良恭俭让啊，人迄麦讲，人讲啊，咱都要做好，人某甲伊在计较，就是无人计较，规碗拢会捧去。台湾人就是比在就比在这。好，啊，这都嘛，所以恁这 OK 啦，欸你们公以后考 TC 公，我就里面一二三把它空一格，叫你填一格进去，啊，连这个都不会啊！这个用刘旺中华没错，你还不会写，那糟糕啊！那真的是要看黄色小鸭了，好，啊，因为这个都有逻辑的，啊，这个不是随便乱跳了，啊。你自己看嘛，你自己从小是不是生理需求，为了生存，你爸爸妈妈照顾你，然后你求学问，然后到最后你要安全嘛，啊，然后要有归属一个家，然后你要有爱嘛，这个家里面嘛，爱到最后你这些无后顾之忧，你要自我实现。只是说台湾现在都。大包人都在123这个这样，上面这个都没有上去，就算已经无后顾之忧了，好像那个连战啦、啊、吴伯雄啦、啊，好那个高层那个都无后顾之忧了嘞，好像林思义还有赖树伟无后顾，还在那边，还在这个生理安全在那边打转，还在那边贪污，哎，真嗨啊嘞！你知道我意思不？因都无无后顾之忧，根本枵死，根本从迄街面那里枵死，那无往上面那里去。干脆牛啊，都食饱饱，那咪往上面加曲啊，还搁底下头推，啊推无够，搁讲贪污，啊，搞一张牛啊手指拢个无死腰了。牛啊，你知道吧？蚕啊，蚕不是一直吃，从户外就吃，它吃到某个阶段，不就是要自己跑到旁边去节俭，然后羽化登仙吗？羽化登仙就是最高层次自我实现嘛。啊，咱那台湾人哦，你王健安虽然那个牛啊，拢直接吃啊，食个肥，拢无要加曲啊。买鸡壳啊，饲牛啊，人多了，拢无加鸡壳啊，我买来收啥？我食饭食牛啊，讲，啊，好，我都要讲这有带过去哈。问题就是，如果讲你要达到安全，达到什么自我实现，是不是有落差？就是你买股票1300块的宏达电买进去，啊，结果没有涨到1500块，结果跌到现在100-200块，哇，整个这个 delta 值变得负的，啊，就产生问题啊！啊，这问题已经一年了嘛，时间拉那么长，一年了，你怎么到最后才？啊，台湾的问题已经68年了，怎么到现在有一个 Roger 林博士出来喊以后，大家哦，对对对对对，啊，怎么他来喊呢？啊，民进党那一票人在喊什么？啊，奇怪啊，啊，是因为我们脑部没有开窍，没有吸，没我就会西方一贯的脑部，所以不用靠民进党，也不用靠蔡英文，也不用靠什么苏贞昌，靠你的头脑啦。他们那两个头脑没有比我们进步啦，哎呦，老天呐！你就把头脑不要只在用在那生理需求嘛，不要每天回去就是问老婆你煮菜煮好了没有？你不会下去帮他煮吗？你煮了以后你就知道脑筋会开窍了。哦，我不是在骂你，我真的是台湾人，真的是真的这样啊！你聊就知影问题哈，就到位啊，你就知道哦，才好解决的。其实华丽都是安尼尔嘛，啊，而且就是讲，第一，你买宏达电，当时你希望它涨到1500块啊，结果到最后没有啊。跌到现在300块，一两百块，啊，你那时候成本低一点买进去可能是1300块，这个问题嘛，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汉字叫问题，如果汉字英文叫做什么？这个物理学、数学我们都很清楚了，就是说我们学理工的根本不用像社会系搞不懂什么换成汉字啊，所以你们如果在看台湾政治问题，不要用看汉字汉文去看，
那个害死人了。那个如果刚才我讲那个 nation state 跟 country 都三个字都把它换成国家，西方人不会，西方人看到这三个啊都知道很清楚啊，台湾人搞不懂啊，又被中国人把你全部这三个换成国家，你以为你是国家？为什么你现在是国家还不晓得？你现在拿中华民国放在这一边说我是中华民国的国民，中华民国全世界不存在。好，这两个落差值，好，这个年轻人应该都知道，嘿，数学或物理、化学里面都有讲这个。好，那这个我学以前在研究所的时候上管理科学，第一个我也不是医学院，我们教授第一堂课就脑部，你那一些七情六欲，刚才讲马斯洛那一些，都是来自于你的脑部，不是你这个人，是你来自于脑部。就像我这一部电脑，不是看它外表，不是它印表机或是什么，是看它的逻辑板，或是那个软体在里面跑得好不好，决定胜负。好，不要再比较说哦，我是 Sony 的，我是飞利浦的，我是什么？比那些没有用，比里面的软体逻辑板的重要。啊，你只要看出来，那些西方人一看，哇，这个马上就会去断定他，我这个里程的，拿这块出来了，大家自己摸摸看，你们从小到现在，你有没有看你们的脑？男孩子可能在乎于哪某个地方有没有比人家强，女孩子在意的说哪个地方没有比人家大，啊，都买那个仙桃牌吃一吃。男孩子就是亚历山大里面去练一练，啊，这样就变成跟美国人、跟日本的相扑比较。拜托啊，这边有三大区域啊，红色、深红色，还有一个黄色，还有一个蓝色。你有没有看出来？你看他里面谁的功？这个都应对到你刚才前面讲的那些吃喝啦、这最安全什么那些去了啦，所以决定这边就像你的开关一样，就像电灯开关，这边按下去，你那边功能就没有了。你像在座有男孩子说他下面那很强，我这边把它按下去，那一根就不强了啦。啊，同样，你的逻辑思考都被民进党、被国民党骗了哈，我这边把你按下，你就不会被他骗了。这么简单，就华理嘛，他都全部集中在这个脑部。你没有感觉红色这一块是人类最近发展出来的，所以动物没有这一块，一般动物没有这一块。感觉、判断、思考、规划，啊，我躲在这边，我是规划厅长哈。然后你要移动，啊，语言哈，我像我这样讲话语言，啊，这语言我们现在是从正面看，当然是横断面这边都没看到，语言后面还有一个性区域啦，语言啊，所以我告诉你们，现在等一下下课。语言能力很厉害的，性能力都很强。那温良恭俭让的语言，性能力都很低。刘旺中华民国总统不是被他的老婆闲得要死要活了？那个就是温良恭俭让啊，语言很差嘛。啊，前一任他们的总统的那个语言能力很强，啊，结果很不幸，他老婆却没有那种能力，怪不得他会被抓去关。你知道我讲的意思吗？就是说，在脑部里面已经决定你的胜负了。啊，这边声音记忆出点，这个是传统的，大家都会，动物也会记忆。你就记忆以前你阿公也是你较早细汉，啊，叫国民党改骗到哪里啊，叫骗你啊，啊，情绪啊，我们哪有可能？你们 T C 就要讲变道，你怀着都用这块黄，所以它放在比较低层。这边就一般动物传统的动物能写动物那些功能，但是这人类跟它比是比这一块啊。所以你利用你的休闲，利用你上网，利用你跟人家笑，利用你跟人家辩论，去训练你这一块。啊，不要怕，你越怕这一块就越萎缩，你就变成这一块，啊，这一块你就惨了，你就输给中国嘛。中国人家要两三千年的那个四书五经，你就拼得过他。所以你脑部要学西方，赶快学这一块，啊，这一块就是你尽量去跟人家变。啊，不要怕了，不要说嘛，我要学温良恭俭让，因为我老婆啊，我的女朋友希望我要彬彬有礼，我希望我的女朋友要什么，都不错了。依华理，依真理去。追求真实真相，这才是我们的道理。没有什么什么孔孟思想，什么什么四书五经的。好，这个记下来哈，这个很重要。你现在来这边脑内革命，就要训练这个这一块。你要感觉啊，像你现在听我的声音，是不是刺激你进去了？耳朵听我的声音嘛，看到影像，这个就是前面这个啊。啊，你这边哈，你像你跟你们同梯没有来，他都没有这一块，今天没有受到我的刺激嘛，他还是要用中华民国的价值在。明天还是上班，在那边打卡，啊，打那个打一辈子还是没办法出息了。好，这样思想哈，这个判断规划这个很重要。就今天来这边华理就在这一块，华理在这一块，其他这边都是一般动物就有了，不用再强调。OK， 这边有没有问题？这边请大爷，就是说脑内革命，我说什么脑内革命？脑内革命就是这里哈，你赶快要去把它补强了啊！你平常讨厌不想做那些哈，就赶快
不要去做了。啊，很喜欢做，看101烟火啦，哈 ，firework 啊，是讲个烟火什么，大家无去看，哎，无好，就跟低等动物这些黄色的嘛，我感觉黄色画在这边，你要去看这个，好不好？啊，你的小朋友，你家里面的人，好，那这个我们把那系统化，因为我是理工科变数学哦，大学是数学，研究所是管理科学啊，博士有一点稍微在研究会的，比较属于哲学方面的啊，还没有毕业。刚才我们那个把它浓缩就是这样，脑的 IPO，I 是 input 嘛 ，P 是 process，P 就是我多讲来对感觉什么什么什么逻辑分析那一边，啊 ，O 就是产出 output 哈 ，input 进去，你现在听到我的声音，是不是 input？ 看到了影像是不是 input？ 进去里面有认知分析啊，啊，情绪中心会加进来思考啊。啊，像那个外面那些民进党拢用情绪，那有可能？啊，你李清啊，你们 TC 啊，攻击那有可能？伊都要用那黄色来对抗我这个黄那个红色那一块嘛，他们闻死了，我一定把他推去到基隆河、基隆港去看黄色小鸭，因为他们是黄色。啊，那你到时候输出嘛？输出像你们诸位两三个月前受到这个 TCG 的那些文告、官方的文告、媒体网络宣告，或者。你们军方跟你讲 ，input 这 input 的出去以后分析以后，到最后你们会来参加嘛？你们动作是 output 产生，所以今天这么多人来这边参加，甚至越来越年轻，都是因为这样。这模式就刚才透过那个脑内那个生理那个结构图的实验呢，啊，所以外意思的讲，到最后人在分析一个问题哈、啊，到最后脑了，不是你这个人，因为你看人就很糟糕，人会假装啊。你历史去年被发生事，你是不是把认为他是一个胖胖的？啊，这个应该是很好，这当女婿、当老公很好呢，对吧？啊，赖素如啊，一个我见啊，跟我同款，那个一个跟是汤圆啊，看起来不是歹人啊，啊，那你知影发生代志？你看，啊，李庆啊，你看啊，长得斯斯文，你也就只想要甲娶当做某，就做恁新妇啊？你看，你看拢未做正哩嘞，好甲在拢用掠掠去，啊，你看拢未做正哩嘞，我讲迄个是因老边因，迄因囝哦，因做我囝是这么烦恼，讲哇，这正在去团掉未？啊、哦，我这不是批评，这真的有时候脑部你刚才那个红色那一块没有刺激，你就没办法改变你用什么。好，那多的话，电管那是脑，那你们是人体整个身体，这个就代表你整个人。啊，多话前面是介绍脑，你起码拿酒看到，那眼耳鼻舌身意，不管佛教啊是那个生理学都是眼耳鼻舌身，所以越排到上面越重要，越在下面的那越后面成熟，所以越下面那个越医生你啊生病都越下面叫你赶快把它割掉。啊，越下面越没重要。啊，那个最后眼睛这个就是要 input 进去嘛。你现在看到影像、听到的声音都是眼、耳、鼻嘛，啊，舌嘛，啊，身嘛，身体皮肤嘛，刺激以后你收到信息，譬如你们受到 TCG 这个广，那个文告的宣传，外面流传的这个华丽，你们受到这样就是传到你的脑部，刚才脑部里面分析以后，里面就会产生 output。啊、哦，好不得，那你们会参加活动，甚至下完课以后，你们可能会赶快去买书，或是更进一步，或是要参加高级班，或是参加什么，都会进一步。啊、哦，这个脑部开窍也，啊、哦，这 input 那呼吸刚才不讲，啊，下面这个消化系统，人家你生病了，医生可以说你7天可以不用吃饭，啊，很多嘛哈，现在减回7天，是消化系统很不重要嘛，啊，呼吸有没有办法7天不呼吸？不可能啊，我看你五秒不呼吸，你就受不了。那还有一件事哈，川流不息，可能大家都不知道。川流不息比呼吸还要联系，呼吸你可能还要憋气嘛。还有哪一个？还有哪一个？还有哪一个？对，脑是川流不息的。脑是川流不息的，不管你是想，人都在想，只是你不知道。脑的意思，它的意思，脑是好像一个老人被关在脑壳里面，他必须靠这个外面这个眼耳鼻舌身意，他的仆人从外面搬东西给他。脑一直在那边，但是怎么那个民进党那个陈水扁被关在那个清泉岗，他什么都不知道，他都靠外面啊，我们也不知道他，都要靠他那啊，结果都会产生误差啊，所以脑是川流不息，它比你嘴巴吃东西还要更好，比你鼻孔呼吸更要东西，所以你脑不要随便喂给他乱吃东西。脑，但是你看我刚才问。我问过脑，我们台湾人很东方人很少去注意脑保养。女人为了这个大，为那个，所以吃仙桃牌；男人为了肌肉，想去威尔刚，但是都没有想到说要什么脑。有了前一两期有一个人哦，下课赶快，哎，老师啊，有什么方法让脑较好？我讲你去种树啊，种树一定脑一定好。啊，卖去看黄瘦小鸭，
正常我放空嘛，放空脑部要放空嘛。啊，我今天去别说，我常在讲会观察，跟落差中我那看，啊，我跟他打招呼都没有打招呼，啊，我也叫，我别讲，我知伊嘛，啊，某某，啊，你想啥？我也回答，我的别说，你给他骗，你别说，我唔对，我看你的身体在爬山，但是你的脑还在放在山下，啊，你别说什么意义？那糟蹋他的脚嘞，他脑没有带上来啊，他那个我跟他谈，路过他不知道，刚才一个。那个登过山牛背过，伊唔知啊。啊，那小花已经开，他不知道。啊，正爬什么山？那真的爬山就放空到山里面，你就哇，那个小花开了，那个登过山牛背过啊，啊，就不会细卡爪啊，照过啊嘞。你脑部反应嘛，对吧？受到刚才 input 嘛，反应，你这脑才会转换 time shift 就休息。休息不是躺在那边啊，睡觉就休息啊。睡觉不是休息，睡觉我们刚才脑是川流不息嘛。你睡觉，他还在做梦啊，做噩梦更累。你白天吃的刚才你们吃的火锅啊，做梦都很可惜，把它浪费掉。起码吃那么好的火锅，应该种一棵树吧？你看那棵火锅里面多少棵树都被你们砍去吃，对吧？还不要紧了，我已经帮你们种了，我种了3000-4000棵了，分给你们。好啊，最下面这个四哈、啊，这真的要去死了哈、啊，生死啊！生殖系统是最下面最没有用的。啊，这个上帝这造物者在制造人，他是上面这个最重要，这个是脑部需要的啊，呼吸消耗，然后最下面生殖。好，有没有人那个下面被割掉，他就没命了，没不会了。好，那接着这样呢，我们这样解决问题啊。刚才我们讲说解决问题要脑内革命了，我刚才已经把脑功能讲的不是讲你这个人啊，不是我们要去请哪一个人，请那个人是要请那个脑人的脑、欸、啊，不是要请那个人。啊、我们你们以前我们选的总统都选那个人，根本不是要选那个脑。所以你要解决问题，这个程序管理科学里面，或是在诸位在这边有些气管啊，气管是比较狭隘，是胃气液而已。你要了解现况，比如说你要了解台湾的现况，台湾是什么问题，或是你一个医生要医一个人，不要诊断这个人生什么病了、啊。你不要用王老先啊，明明糖尿病，你给他讲伊富贵病啊，糖尿病也是富贵病的一种啊。而且这些东西，第一个你要了解实情，就是台湾的现况是什么，是日食美战。很清楚啊，日食美战是现况、啊、但是现在改弄了唔掉呀，弄讲你是独立的国家，你2300块哇，都弄了唔掉，那医生把人家诊断，然后开出来药方都错掉 啊，那你了解现况，你要界定问题，你是糖尿病，而且台湾现在是地位问题嘛，是界定问题，然后你要有分析模式，你要用什么方法，你要告美国，还是告日本，还是告中国，还是要跟民进党合作啊？界定问题是吧？分析模式，你要解决方案提出来，现在就是我们的模式很清楚啊，华裔告美国，美国左右我们。好，那接下来你要执行了，就要执行嘛，执行那个美国要我们做，我们的训练人才出来，诸位在这边就是这样。好，那接下来完成任务，中间里面有什么落差，当然 feedback 就修理，这么简单。啊、这个就刚才那个前面整个上下一体贯穿的，你的脑部一定要这样啊，不要乌白跳的。啊，来滴不是你嘴巴紧，你唔爱你请专家帮你代替。台湾人哈、啊，糟糕，他那个领域像那个柯文哲，大家买了。一两三年前，你看，一团队把人家一个艾滋病移错了，不是故意，那代表说以外观众很弱卡，弱巴卡的，那团队很弱巴卡，以团队的。但是他们讲说，他每个人的那个医师里面，医生都是临床经验几十年哦，30年啊，不可能。但是他们管理出了问题嘛？像以前有一个李立事务所在这边有投资股票，把外国的客户的联电的股票，把人卖了倒卖了30亿，啊，结果那个专员跑掉了啊，里面的。陈长文还是什么都盖章盖董事长总经理盖章、啊、你们每天他们上班上假的打瞌睡吗？代表人套招嘛，掏空了。那从那时候他们就套空台湾的了。像现在是五大基金委托给外面，我当时还在操盘了、啊，那时候比较年轻了。我怪啊，政府自己操就好，怎么要委外代操？啊，说一片理由，因为外面操的话报酬率比较高啊，因为公务员操都5%啊，然后他外面操都15%啊，真的用这样来台湾人的相信，结果人比较套招套好，就准备把五大基金掏空了。5年前跟5年后，你们看，现在有劳保基金、公保基金，现在有没有很紧张？会不会掏空啊？以前不会啊，说政府的怎么会空？他现在都空空了。所以诸位来这边上台湾民政委员，你赶快要，刚才为了安全需求，赶快来这边了解嘛。那五大基金掏空了啦，啊，为什么掏空？难道是买股票买错了？不会买错了啦，故意的啦。但是总啊，就会的操盘人啊，屡称不孝啊，把人家乱炒啊，啊，就抓一关啊，真的有抓一关吗？跟企业界一样啊，陈友好妈的怪给他，啊，王友珍怪给他，其实都不是他们套招，全部把几百万、几千亿、几百亿都搬到国外去了，啊，牺牲他那一个人名利不要紧了，我给你补偿，
对吧？这个方案不上好。好啊，解决问题，管理就用在这边。管理是要做什么？就要解决问题啊，不然这边在做年轻小姐或者是在学校学管理啊，没有几面管理。那长篇大论我不讲，我就直接一个命。What is management？ 管理，什么叫管理？管理的汉字叫管理啊，英文叫 management。啊，管理是为了什么？有没有？这边有没有学气管的？啊，有气管研究所了，有企业气管系了。我直接了当的说，管理是下面那个为什么是要解决问题？前面我们刚讲不是很多问题，包括种树，包括投资股票，包括台湾地位要解决问题。你脑部要管理，你不是那个领域的专才，但是你要会管理，会管理那个把人才集中过来，把柯文哲叫过来，你的管理能力要比柯文哲厉害。柯文哲只是你一个资源而已，李登辉你要把他当成一个资源了，你要把他委托他去解决问题，管理就是这样。在公司里面你这个 leader， 下面资源、员工、电脑、资金、薪水都给你，你要去好好解决问题，管理。好，就是要解决问题，就前面那个我们讲那个问题落差不掉塔子。那管理的操作型定义是什么？管理英文字可能我们不是那个文章，但是从希腊或是那个 French 那个英文化国字演变过来。到刚开始1700多少7世纪时是当时说工具也马的犁产哦，伊讲啊变啊犁吼，要甲牛啊是迄犁犁把变啊控制好，迄较生力安尼啊，较迄生更糖个犁较侪出来，迄两阵的出发点都是啊。啊，但你用到现在企业是这样，所以以这个管理的意思就是讲，翻译成汉字蛮有它的意义的。汉字是管嘛，要理啊，合理啊，物理也是一样，物你要讲它的道理，管。请问管是什么意思？我举一个例子哈，消防队你们看过吧？消防队消防员不是拿个水管，水管里面装的是什么？钞票还是水？水要做什么？对啊，他的问题要解决问题嘛。啊，他如果装错装汽油呢？对啊，所以管很重要啊。那个管是那个里面流动的资源啊。你这个 fireman， 你这管理者要把管子控制好，控。喷到对的地方，那边失火你不喷，你喷到那边人家做爱的地方，喷到那边去呢，糟糕，人家马上告你，管理这个意思。我们这边房间是不是跟一个管子一样，变成我们就坐在里面，管子啊，会不会叫你们在外面上课？捷运、台铁、车厢或是你们开车的那个都是一个管子，你坐在里面方向盘弄的，所以管就是讲迄、那个。黑的里面流动的资源，像企业管理就是你那个武管嘛，或者是你资金、人员、资讯、财务、什么原料那些，在那个管子流动。那你是一个总经理或者是部门的主管，你要把那个管子弄对地方。宏基就是从那个蓝旗，意大利的蓝旗走掉以后，哇，整个管子乱喷啊，喷到最后说库存太多了，那喷不出去啊。啊，那个就管嘛，管啊！你说管理换成汉字很有意思，管嘛，管里面要流动词嘛，你握着那个管的人要喷对地方嘛，都是因为那就是管理嘛，那就管理，而且理就是讲你要做对，管喷对地方啊，里面人家给你资源，你是一个总经理，像我是一个管理者，里面人家给你权力，给你人力，给你薪资，给你财务，给你电脑设备，给你社会地位，那你要去解决公司的问题。同样，你当总经理。当总统、当副总统、当行政院长都要这样做啊！啊，这么简单逻辑啊，怎么台湾在这个流亡政府怎么都做不到啊？都是用骗的。好，这边我英文不解释，大概就是那个意思啊。这个他再解释一下，我刚才用那个 fireman 那个意思，你就大概逻辑就对。就是说你在家里面是负责管理，你要把你家里弄好啊。你有太太、有房子、有什么都给你啊，连宠物也给你啊，连床铺也给你，你要把家庭弄好啊。啊，一样啊，逻辑是这样。啊，发对者这个不解释哈，这个刚才一笔带过。好，那最重要的就是你要记到公式，管理是不是？刚才讲那么多资源，这个 F 啊，就管制或是你那个就是一个控制那个人方形，那个数学我们学一个 Y 等于 F O S 嘛，国中开始就学这个啊，所以过了啦，国中有上过国中的人就可以解决台湾的问题了啦，不要丢给什么蔡英文或是什么马英九、陈水扁，拜托啊，他们那一群人还能解决问题？没骗你了。这个公式啊，前面讲那么多就是这个公式啊。说 Y 就是你要追求了吧？股票里面要达到1500块，那你现在拥有资金 money 嘛？我这边讲 M 就 卖的
你的心灵嘛，你的想法，就是刚才那个脑部啊，卖的啊，你有人力资源啊，你在公司的话，你不是有很多各部门的主管吗？还有你有设备啊，嘛 M 开头就给就是资源的对，啊就是你嘛，我嘛，我是一个董事长，一个总经理 ，I 嘛，那或是一个部门主管，啊、你有 information 啊，每天情报给你，公文给你，啊你有智慧，那你有 innovation。啊，这革新的，你有这种能量去革新。另外，你有要有 thinking 嘛，要有思考嘛。刚才我们讲脑，要有思考嘛。啊，你有时间嘛，总要有这些，你要有时间，你要有技术，还有你要有一个上班的地方嘛，办公桌嘛 ，territory。这些都是你人家给你，就是 MIT 就数学嘛 ，SSS1N 很多变数。啊，你这 F 就是你嘛 ，F 就是你这个，好像一个人拥有这些以后，你要去完成 Y 嘛，记下来，气管。管理科学就是这个公式，解决台湾问题，台湾地位正常化也是这些，记下来哈。下次你考进时候是看过，你这题我就出这样，你不会写啊？你们我否定掉你们在那边上课了，不管你交6000块、10000块，我就认为你们在这边阿听雷，连这么简单的我前面讲弱弱等可能听无啊，这个讲这要四五字尔，你记袂起来？啊 ，MIT 用记起来 ，MIT 大家都知道嘛 ，Made in Taiwan 嘛，啊你就。F 的实力啊，你拥有这些资源，包括你现在用到你家庭，或是用到你个人的，你身体要健康，是不是？你有精神啊，你有什么什么啊？这里面那搞要减回成功，或是要变得苗条，一样啊。F 就是你了，现在就是 F 就是脑了。我讲这意思，我刚才讲今天脑内 F 就是脑了、啊，这些都是外在的，都是人家给你 F 就是你了、啊，这么简单呢、啊？就你回去就尝试这个，你家庭也是拥有 MIT 啊，就可能你华去的人 F 就是你啊。你老婆那对你不客气，你的费用怎么对你不客气？你的狗都回去对你都汪汪叫，啊，这些都现成有，这是你 F 有问题啊。所以这个记下来，十回我上次讲说这个一节在我在台北上课都5000块啊，你今天我讲的比较激动哈、啊，大概5万块以上，你把这个记下来就5万块了，你不用就是看民进党那一票人那边问他什么他也搞不懂。好，这边是宠物、啊、管理是为了解决问题啊，就是要解决问题。这个公式在这边了、啊，你看啊，你 Y 刚才讲你达不到 Y 有第二套值，那你就要修正你的这些嘛。这个在数学里面我们都这样，很简单了、啊，逻辑就这样而已，是看怎样去拿的。啊，尝试去冒险啊，做这些都叫冒险的精神，你不冒险就没办法做。好，啊，这管理会做什么？就要解决问题啊，解决问题啊 ，to do right， 还要 right 啊，民进党黑白给人布。俺带去房间混混的，还佫出来讲唔对，弄了唔对房间，啊，去福气还佫唔对房间。To do right thing right 嘛，就 right thing right 就是正确的方向。像你们昨天从高雄南部来，要到 TC 来，里面福到台北去啊，有啦，福到台北，嚯，你甲领导人回报讲，哦，我真认真，你高速公路安尼好，我认真的，就混了唔对，混到台北去有好。有啊 ，right thing 就是讲你到 TC 的这个方向要对，啊，还有 right 就你已经进来这边上课啊，要很认真，不要打瞌睡啊。啊，这一个 rising， 一个 rise， 啊，这两个是管理科学里面解决问题面的。我们数学国小、高中在训练，就是说你要解决最大值、最小值，微分有没有？就是这个啊，啊，只是我们都会了，但是脑部没有去把它应用啊，都是丢给委托马英九、蔡英文帮你解决，我还那个光头帮你解决。真的，我们起码都没有光头，那个已经光头，你还委托给他，啊，只会冲冲冲，啊，冲都冲错地方，冲到。啊，那还靠他啊！好，国家建构的必要元素，就刚刚讲，就好像是刚才那个 MIT 有四个元素啊。我这个很口语化嘛，国家是由一个元素构成，好像你要解决问题要这个四个元素，人民、土地、政府、主权嘛，有没有？这个大家都熟悉了啦。你不要说你政治系不政治系，你在你家里也是要拥有这些，你才能当成你家人。你在公司上班是要拥有这些啦，人家公司让人家聘请你，是不是要拥有这些，你才有办法在那边上班？就算街友站在那个外那一块地，晚上睡在那边，他也是要拥有这些啦。所以模式就开始讲 ，Y 等于 F 等于 MIT 了，离不开那些了。好，那你这四个生产元素或是元件，你放在那边了、啊，我们这边有些在工厂公司那个，你放在这四个原料放在那边，它自己就变成一个产品出来吗？不可能嘛，可能可能你能给我整个也来加吗？你们受过那个情报资讯的刺激以后，你们再回家来加嘛？那好，那你的国家要把它变成的话，这个四个元素你要把它透过 F 生产线 F，
你这个人民领土政府主权，刚才讲的，你有那些原料，但是你没有这个生产线，把国家这个产品生产出来，你怎么变国？啊，民进党吼，啊无生产线，啊无原料，这拢唔是也讲，伊讲拢咱国家咱这产品出来，但这些电脑要有这个主机板，什么都要有啊，备料在那边的，哎、啊，那民进党都社会系都无半波啊，怪害我讲，哎，电脑出来，怪不得宏基会倒掉。啊，这什么逻辑就这么简单，就套个我刚刚讲的管理格局。你人民土地政府主权，这都是一个元件备料在那边啊。你要有生产线 F 把它生在国家啊，你怎么用这个模式去责问民进党、蔡英文、苏贞昌？你的人民是哪群人？你的领土，台湾是你的领土吗？政府，你这个政府是流亡中华民国麦克帅把你弄过来的，不是台湾的政府。你的主权哪里？台湾民进党说我们有。经过1996李登辉吼，风风光光台湾人啊，经过民主选举就是主权国家啊，那呢吼，咱大家吼家里都变成国家了。像阮兜吼，上面租本阮也是用刀票呀，啊，大家我都我租本，对不？不是吼，民进党，你来相信我，卖讲用他有没有忠贞爱国，用这个数学吼，迄个我也当过，蔡英文一定比马英九更糟糕，我看那分38分，马英九49分38，啊，陈水扁大概59分。啊，李秀莲哦，大概哦28分，啊，安尼你知无？这個、F 啊 ，F 就是讲从恁拄啊咧高雄南部起来 ，F 开90公里迄个程序，伊拢无做啊。伊我讲吼，恁都选举啊，选举就通做国家，哇，那么厉害。好，啊，这個、我都要重复的，不讲 country nation， 人家国外专家咧甲你讲，恁台湾拢唔是这嘛，哎呦，拢唔是啊，你啊，我爹讲，咱是台湾，啊，这边我强调，台湾不是一个国家，都不是，它是一个占领区，占领区。旧金山合约里面讲很清楚，美国是我们的主占领全国，要吹，要改我们的吹美国，啊，你看这种话要吹，我别吹，啊，啊，时间加两届啊，啊，这也都是安尼，这哈，小我讲一开，都整个讲个肉肉等，包括你脑部，包括你的中枢，包括你股票头，就是我们就台湾不等于 Chinese 台北 ，Chinese 台北，这一段时间的那个上课老师跟你讲 ，Chinese 台北这边有下嘛，啊 ，Chinese 台北这流亡政府，它是从中华民国。委收过来了，啊，中华民国那是属于中国的，包括这 PRC 是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国这两个就是一个体制而已，不是国家。不要后面有一个国哈，就认了国家。像我儿子叫做李大国，难道就是一个国家吗？拜托哈，要看定义啊。所以他们这 PROC 跟 ROC 这个是体制，所以他们是包含在中国。中国从秦朝以后就叫中国了，包括明朝、宋朝都是中国，只是体制不一样。所以好 ，Republic People's Republic， 这个是强调到体制，在中国下的共和体制，在中国之下的人民共和体制，你不要把体制当成国家了。现在就是民进党、国民党写中国文化是，哎，我后面有一个国哈，就国家。哇，那我的儿子，我的宠物也叫做李大国，那我那只狗也叫做国家吗？你要从数学、物理那个操作型定律解释啊。整个结论就是这样，啊，这个记下来。你们考台湾民政的公务员一定考这个啊！这个你不会，怪不得民进党会欺负你啊！你到台湾民政府，你也是会被我欺负啊！这已经都上课都上够了，好，时间到了。啊，其实我今天要上，你问他们班主任，我上个里面今天很多都跳过去，因为我时间不够，80分怎么有办法？我已经把 MBA 还有中数投资股票都全盘告诉你们了啊！最后要记那个公式叫 F。Y 等 F 等 MIT， 安尼多啊？你记啊，更念老底。啊，你即马就安排讲，你是要注重 M 还是 I 还是 T 安尼多好？啊，这啊高级班哈、啊，你们都高级班上了没有？啊，上了，安奈安奈。哇，恁头脑真好嘞，拢想起啥，真聪明。在那边4月份、8月份，流亡政府快要跑了，你赶快来卡位是不是？丢了，安都丢了，稍微较紧嘞。好，那个时间到，我们就今天到此。啊，下次高级班如果我有开课，我就会把影片换给你们看。那影片真的很好，就是刚才那个整个我用影片，不是我讲的，是用那个典故来讲，啊，就是说那个苹果追婚啦，又是楚门秀啦，还有什么 Mate B 啦，哈，啊哥什么还换给他，前几次有些人听了都哭了，啊，好吧，那今天就到这边，等一下有问题可以到来问。各位学员下课休息。好，我们等一下3点哈，3点开始上课。稍等，3点开始上课哈。嗯